点儿。他蛋你这个鸡啊，你用最近一次。等一下我会拿给你吃，现在不可能，刚刚在吃，放在这儿装着我的钱才吃啊，对不对？会听话，会跟打我的话说啊。哎，哎，哎呦！干你娘！加咸了，加咸了，好在那个是加油器，再来，走开！哎呦！怎么抢你位置？看看我们观众会如何应付，不能坐我的位置了。我要坐上去了。不要啦！干嘛？我们要上班。好直男的处理方法。今天你把影片给我。好。干嘛？我们要上班。哎呀，你！好直男的处理方法。今天你把影片给我。好。